你中年拜拜啥？你知？很危险。安尼哦。准备买银的袋，安尼穿的。啊，恁的姐妹敢会晓做？无人会做，可能稍微不注意点就受伤。啊，去请人烹啊，这个没味道，味道就看下就无味啊。
去。倒盐巴，哇，倒半包。对呀、啊。一只鸡倒半包啊，是在下面隔着而已啊，不是被喷。所以要厚一点，这样隔热效果比较好。大概好，有味道。铺一层料理纸以后，再把鸡放上去。鸡的方向是平躺。然后再用料理纸把鸡盖起来。所以锅子如果比较大，就可以头啦、爪啦哈，叶子放多一点。要完全密封吗？刚开始可以让它大一点，但是它导热很快，所以要煮两个小时哦。一般。嗯，它中间要翻动或者要、嗯、要来检查。啊，阿娘这条鱼子看好看吗？这条鱼子哈，嗯，哦，一次消化。好，我来用过啊。好啊，嗯。这些不要了。哎呀，以前是拢无啊，不过我感觉臭刀我都无爱。啊，你个臭刀！哇，现在了。哦。你看呢？大概还在换，你好像又走了。我看这一边。哇，你们还有木头的？对呀、啊，木头的很好哈。对。那种东西用来包包啊，一块呢，那种不知道什么材质那种。老师，你拢做，你做有赤子之心呢？你拢有考完这个惊喜啊？呢？我很多平滑的叶子放在上面，现在呢，好舒服，对，三个小时。哦，十年了半了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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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挺苦煮的，是吗？好快煮啊，好走。你按的是五个小时吧？哦，九二开始。对啊，早上煮。对啊，煮煮，煎三两煎有无？煮啊，系啊，煎就三个小时。对，哎、欸、对，瞬间大家到齐了。耶、欸！人家已经来了，夹了好多块了、這個。这个豆腐要、哦，这个豆腐要怎么切呢？直接吃掉，直接吃掉很好吃。吃原味吗？对，哦，吃原味。它就已经有盐味。哦，原味也有点咸。所以你们就按。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！做好了，对啊。早上啊、哦。早上今天其实早上五点多就醒来，然后醒来就我们六点就到那个钟明大哥家，但是起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早了。吃完饭好的。等一下要摆成一只鸡哦，来摆。
跟你姐妹有拍照啦。有吗？小朋友可以吃鸡腿，摆完要到外面来没关系啊。所以他真的是手扒鸡的吃法？没有啦，不是什么吃法都可以啦。你这样子不会很烫吗？很烫啊，很烫。感觉啊，因为你有带这个，对啊，当然啦，你聊。我本来以为是烹调，还好，你第二又聊啊。哎，所以那个你们刚刚讲说还有哪一些？我太明了。你要怎么算计啊？祝我们明天当选新总统，恭喜我们！